黑金币继续吧，我们的黑金币来到了1-4了，从1-4到2-2吧。那我们应该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得完黑金币了吧？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活动还蛮多的哦，现在有，现在不仅有马里奥电影的活动哦，还有好友的，还有好友这个地方可以获得浅钱1.5倍啊。应该是 1.5 倍吧，就是有宝箱啦，然后 Remastered 里面专给碧姬公主的东西出现了。那么拉力赛没有活动，这样子拉力赛没有活动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会打几场 Remastered 哦。那我们黑金币1-4继续我们的黛西公主之争。箱撒钱钱，各位大家如果缺钱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刷一下这个最后的关卡，就是每一个世界最后一个关卡。那我觉得这游戏的内容其实也不算少哦，所以我觉得你买了这个300块钱，现在150啦，现在150，现在如果你下手只需要150哦，各位。所以我觉得你买的话应该蛮赚的，不然你买 Switch 一款游戏要1000多块。所以说你游玩的这一个游戏的时速可能不会到达跟 Switch 的同样的时速啊，就是你得到的时速，就是你玩到的时速应该是不会得到，是应该不会玩这么久的。不过对于这150原价300块，我觉得把它全部打完花的时间还够。那这个门啊，哪一个是真的是水晶？
是又一次绿掉两个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的话，来重来。哎呀，这一关没必要重来呀、啊，怎么不小心进去了？那个挡在那里是干嘛？好，赶紧滚！这样子也扣到，因为门随机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只发生在拉力赛上？哦，有随机耶！刚才原本是要进那个门的，现在不是了，这个门也不是了。好，这个门是了。好，来，没问题。门是随机的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了。你说从那边出来啊？任天堂也有阴间狡诈的时候。究竟在哪里啊？我们要一点点翻啊！哇，你怎么从那边来啊？哎呀，哎呦，好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，还好是假的。还蛮浪费时间的，其实。哇，赶紧走人，赶紧走人，没有太多时间。啊，时间应该是够吧？我不要在这里死掉。好，看时间够啦。Here comes Daisy。Yeah， 第一世界的黑金币全数完成。没有，我刚才已经是第二世界了，现在才意识到。好，这个关卡如果要黑金币，不知道会问。哎，好，我们先记下来。是要牺牲到吗？刚才那个应该不是那样子吃。刚才我有想法了，我应该知道要怎么吃了。这个我会了啦，这个我都已经玩这样子的走法，我都已经弄过那么多次了。这里都没有吗？有黛西公主作弊票啊！担心什么？怎么少了一颗啊？啊，再一次，这是失误，这是失误。这一颗应该是这样吃。
再一次。应该是这样子吃。啊哈哈！啊，我可以跳得非常高啊！黛西公主的。所以找了一颗在哪里啊？对啊，这个已经是最后一颗了，那还有一颗在哪里啊？现在时间不够了，我看一下最后一颗在哪里啊？这是一。最后一颗不会又这个第四颗不会又是在砖块里的那种吧？这个，哎，我觉得这一个弹回去有点坑哦，因为我这个弹回去的时候，它怎么是往前？这样还不够啊，我都已经跳到底嘞。好悲啊，妈的，为什么要一直受伤啊？这一关难度没有很大，但是为什么会一直受伤啊？不会是黛西公主踩飞弹有障碍吧？不至于吧。屁，我这样子没上去。屁啦，我刚才那样子没上去。那刚才我那个样子奇怪，我要上得去啊，我应该是上得去才对啊，不然他为什么会放在那个地方？没道理啊。好，不小心把他踢爆了。哎，这个就最后一个啦！啊，那第四个在哪里啊？第四个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要找一下这第四个在哪里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找到了啊、哦，藏的还蛮隐蔽的、哦。来，我们来开始。我找到了，它藏的还蛮隐蔽的，但是得法也不会很难。没有藏在砖块里的，那还好。好，这样是第三颗，第四颗就在这里啊，各位，你看这下面有一块浅浅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吃到那块浅浅，要从这里跳下去，然后再跳回去。啊，没时间，哎呀，那个太慢出来了，说他出来了，应该也接不到我。再来就是最后一颗了，
我们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们最后一颗千万别失误啊！失误了应该就拿不到了。还有这样的，我看这个高度我吃不吃得到。妈的！哦，我的天哪！为什么刚才刚刚好我要吃到？踩他啦！哎，靠腰，你干嘛去踩啊？完蛋，黛西公主要炸裂了！黛西公主，没关系，我们有三十分钟的时间，然后靠近你慢慢跑啊。这个，你看，哎呀，完美把控。妈的，那个往下啦，那个洞已经往下了，要怎么吃啊？算了，没啥，反正反击。耶、yeah, ，兄弟，准备过关。哈哈，终于。终于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飞弹也已经二等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 Remax 10吧，因为我们的 Remax 10里面有可以获得专属的碧姬公主有关的道具啊。那我不知道黛西公啊，那个碧姬公主有关的还有没有没拿到的啊？好吧。然后里面当中那个商店里面还有一个蛋糕，这个蛋糕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从何出来。差一点点太输了。妈的，这个龟壳！看我变大，又个变小。他喜欢这个蜘蛛。如果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好。这只蜘蛛应该是星星关卡才会出来的。完蛋，吃不到啦！而且这个有多少？好吧，吃不到就吃不到了。哦，我刚才怎么变大？哦，刚才有一个变大蘑菇啊！哦，想起来了，好。那就爽啊！这一关还很爽，这一关狂得浅浅啊！好呗，你就直接往下就好啦，干嘛还要给我往上顶？
还特地留了很少的脚呀。哎，这个已经三分钟，这个应该是最后的关。我们还有一颗鱼。Which is the star? Oh, ho ho ho!又来了吗？这关没什么事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而且这一关也有得到成果。刚刚那个无敌星星，我没办法吃到最上面的，吃到那最上面需要踩一次的那个飞弹，但是我没有啊，我没办法踩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只有抽到 BT 公主的是这个彩色这一个，不是在刚才看到的那个一般的，不对，不对，27颗啊。应该可以给我两抽吧。哦，零失误过关，好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咱们会进化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我们等一下进去看到我们有全部都得了的话，那我们就留给下一次的特别活动哦。有全得了，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抽，我留给下一个。这个是六等是不是？那这样我不就有三只了？好，那我们最后一抽，我们留给我们的下一次的活动啊，看看下一次活动会是什么。那我现在带，那我现在 BG 公主铜像已经，我的天哪！看一下还有没有位置啊？有位置啊！哦，没有，你是小只的。我是什么时候得到它的？我都忘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放在哪里比较好嘞？这里好了，不然这里一看没有半点金色，这样不就有金色了吗？好，既然我们有带 BG 公主的所有的东西的话，那我们应该就不需要再多抽了，我们直接再来一个拉力赛吧。再来一个拉力赛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这一集了。我们的拉力赛要选择哪一关呢？我要录一集啊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那一招，他录一集跳得高，应该是可以没问题。但是这个关卡好像不像是那个什么啊？他怎么可以下去啊？他刚才在那边翻滚是什么意思啊？
要走下面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记忆呀！啊！我有记呀，我不是没记呀。他一开始在那边旋转，不知道得了多少个蛋，只要我到后面有消耗一些。但是他去哪里得到那么多钱钱的、啊？刷赞，我刷赞怎么样？我刷赞就是这么厉害，刷赞流，有时候可以造成翻盘。刷赞流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的红色奇诺比奥已经来到了2000只了，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需要处理呢。巴拉巴巴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还有什么？9999只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刷下去啊，9999只是吧？看来我们还需要很多的红色奇诺比奥，红色奇诺比奥目前来说不会很少，不会算是很多啦，因为那个红色奇诺比奥虽然得的多，虽然得的比较快，得的比较多，所有关卡都有它，但是要买东西相对的来说，红色奇诺比奥会要的比较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就玩到这边。我们下一集继续黑金币，然后拉力赛吧。我们这集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